经或是一个休息日。Shutter.货车和巴士组跌1720元，报近32290元。中小型车组则起了500元，达到49300元左右。摩托车组也起109元，成功标价接近2000元。调查显示，在亚太区中，新加坡人最爱零。